朋友们，你们看这张猪皮大不大？我的好朋友开了个猪肉店，然后给我送了好多猪皮。我今天要用这个猪皮来熬个猪皮炖，夏天了可以拌凉菜吃。先到干锅里面把猪皮的毛给撩一下。咱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猪皮的时候，可以让人家卖猪皮的给你直接把毛给撩掉。看，把这个表皮裂得焦焦黄黄的，猪毛都撩掉了。毛全部撩完以后再往进洗一洗。再洗一遍，洗干净。焯一下水。放上葱姜，再来点白酒去腥味，把水烧开，水开以后煮上两三分钟捞出来。煮过的猪皮我们需要把上面的肥油给剔干净，看这个肥油一定要剔得干净一点，这样吃起来的话它就不会腻。把这切开一点，好剔。风中的浪花花。好了，已经干净了。干净以后我们把它切成细条。全部切完了，这么一大盆，在猪皮里面撒上盐，这样揉搓揉搓。然后倒水，多洗几遍啊，把这个水都洗得清清的。看这一遍洗下来，这个水还是白的，这样不行，要多洗几遍。换水继续洗啊，要把这个猪油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么熬出来的皮段它就不肥不腻。看这个水还不清，还要洗两遍，继续洗，这边的水就已经清很多了。这是我们洗的最后一遍，看这个水啊，洗的清清的就可以了啊。好嘞，洗干净了，我们就能熬皮炖了。好嘞，我们熬皮炖。这是一盆的猪皮，需要兑两盆的水啊。先来一盆水。